所以 F4 的颜值跟飞轮海的颜值 F4 是始祖吗？还是给他们那个？你还干嘛？你还是不肯认输啊？我觉得吴尊还是可以蛮帅的、啊、所以你觉得飞轮海里面最帅的是吴尊？当时是这样觉得吗？现在已经不是了吗？应该也还是他，还是他吗？对啊。那你有觉得谁的颜值比较还好？飞轮海里面，我啦，我都普普通通啊。好、哦，不要受伤。不要受伤，我输也只输给你。很久没有唱歌了，吴尊摇头，一直是不想唱，觉得是怎么样？你还要他们要拖时间，没有人要，他觉得一打一是不是？